开始吧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高雄都会公园里面的，这个是小朋友在溜冰的哈。今天假日比较没有小朋友啊哈。那我想有一首歌哈，配合这个蝉的声音哈，六七月有这个蝉，这声音非常美妙。有一首《夜夜为你来失眠》哈，《夜夜为你来失眠》这首歌。真有意思啊哈。夜夜为你来失眠，感谢你的收听。